美食新秀来踢馆，我七号到，你就来。今天到底什么人要来踢馆呢？请问，哇，黑衣人，美食新秀来踢馆，我七号到，你就来。今天到底什么人要来踢馆呢？请问，哇，黑衣人。你是来踢馆在行销啊？这什么？这是芋头。芋头。哎，这藕啊。藕啊。但是我有看到这雕刻品呢。哎，原来你不是黑道大哥，原来你是雕虫小技哦。这不是雕虫小技，这是世界冠军的蔬果雕。世界冠军。哇，这是用藕啊刻的。哎呀、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你。就这三尊，大家看那恁那视频啊，什么拢有诶？真的诶。恁今日踢馆是要摕这来踢馆对不对？啊，意思讲要摕这来吹吹来吃对不对？不是，这世界冠军的蔬果雕，只不过是阮料理的配角尔。你敢无要看主角？啊，我嘛要来看主角。想要看主角，跟我行。行。是咱的开胃菜，食看卖。这是莲雾对不对？对，咱的莲雾，因为咱即马嘛是钓食，因咱咧做的物件拢是以即马钓食的物件来做。嗯。啊，咱咧讲物件若好钓食，你安怎做拢好食？哦，干贝，还鲍鱼，板栗贝。哦，伊鲜甜度含咱这水果的果甜，我搭配起来真的是绝配，做融合。哦，一绝啦！这个好清爽哦。夏季好料理，嗯，盖碗吃咱这鸵鸟泡，鸵鸟泡芙，大爷请问鸵鸟蛋都要孵化没？走到出来，咚咚咚咚咚，我家鸵鸟咚咚咚咚，啊，我讲伊迄什么？来，你有包鸵鸟？你来看，伊你来造出来，开始有必须的话，我真的好，愈靠近你的崩出来，愈靠近的崩出来。你还没崩过啊？哦，我有崩出来啊！你看，流了满地，规世界，你看，你遐浪费，我这怎么这样？好好吃哦！这咱用原味手工优格，咱这创作的理念就是以咱泡芙本身用迄奶油，对对对，对啊，咱是用咱的手工优格去代替迄个奶油，啊，融入咱的鸵鸟肉。哦，你也是把那个泡芙当成那个会爆浆的感觉，所以那种利用优格来取代那个爆浆的效果。可是那个这来那鸵鸟肉，嘿，鸵鸟肉，哦，这样好扎实哎，然后都清清爽爽的，太清爽。别喊呐，阿鹏，哎，你行走嘞，都爱爽爽快快啊，哈，这个叫嘞，哇，贵的，真正哎，阿那我做工。那种味嘞，才等来煮面啊！你这是，你有把手把缩起来。无啦，咱好料搁两边。哇，敢是食头前这两项的话，胃口大开。说来后边的好料，那是无食到，就太对不起自己啊！志廷，今嘛咱就赶紧把阿成的手砍好掉，对伊来去咯。今晚要准备什么好料呀？这西瓜，对，这食两项嘞，你要跟食番号甜点？不是，这才刚是我的好料的。西瓜，西瓜有法度变做什么好料？我唔相信。我慢慢用，你慢慢看。好，今晚要破西瓜。对，等下咱要食不是西瓜吧？是西瓜皮。你这半暝啊食西瓜番薯，这果实我爱食，你要食得袂？对，这才是阮才刚好料。那不是因为带迄两项刺激着我，我来讲我真是外头走，叫我食西瓜皮。我要用西瓜皮做一个西瓜面，我们去尝看。西瓜面。对。你讲面食的面，嘿，我用西瓜，嘿，这张黑色的皮来做。做西瓜面，观众朋友。阿贤讲这個，恁敢相信？可能即摆大家嘛唔相信。西瓜皮当成西瓜面，大家好啊，紧张啊看。啊了后，咱切了部分了，咱再来甲切丝。啊，切起来敢会像咱的面安尼一条一条？啊，恁就是面啊吗？对，西瓜面。非常鲜。啊，等下就用这卷起来，就是咱的西瓜面。你那不爱用迄出来的好啊？伊咱用出来起来的时阵，伊会无弹性，失去伊的纤维，变成咱破坏，啊，伊会无弹性。
带你食饭。面爱着 Q 弹呢。咱先食开始，切切。好心哦，阿成，你卖去讲啊，佮讲落去，我嘴软，真正要顶落来啊啦。拜托的，卡手卡咩的。所以这内行的料理功夫就交予你表现，啊，那稍等食的部分，则换我含子婷来顶功夫啦，哈。哇，阿成，想袂到吼，你小弟是果雕的世界第一名。对。我颁发一个创意料理，你是等第一名。谢谢。哦，真的。哇。哇，真正夸张。哎，那开动了吗？哎，为咱这个，咱都啊西瓜面不好吃啊，鞋啊。啊，这是要跟鱼仔做伙食，是爱分开吃，爱做伙食，爱做伙食。这个酱也是你自己调的。哇，好清爽哦，酸酸的，微酸微酸。我跟你说啊，比较有点泰式。哎，对啊，那生地生地。而且是很喜欢泰国那种生地，它这个吃起来非常清爽的酸。下次的鲜甜，它配它的西瓜，这个它的甜，哇，又是一绝啦！融合度很好。我加了。哇，用心，就你讲，拢是用心在做，但是拢爱用心。该我们安静。你看，这果冻，这个是咱的鲍鱼冻。鲍鱼？啊，这果冻嘞，这果冻。这冻是用高汤直接去泡那个鲍鱼。那果冻没有？嗯，很像汤在你嘴巴化开。对，但是那个鲍鱼有那个嚼劲，还有那个鲜甜度，它完全比来讲，它用那么多食材，用水果的食材，它不会抢过那个它的食材本身的原味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是讲伊会搭衬托，对，诶，加延伸，就是不会去覆盖。对，我们吃到这边都非常清爽。对，开胃的呀。对对对，重头戏来啊！这是，这叫的是咱即马业界俗称的象虾。象虾虾啊，虾界妖精吗？像咧像安尼遐大只。对啊，伊到手骨变大只。对，就是像你的手遮大只。这是在南台湾的吧？在非洲的。非洲巨虾，来吃看卖。这酱汁是？酱汁是用味增加木瓜。哦，味增加木瓜。味增加木瓜。好跳痛哦。请看看。看到袂跳动。哦，你真是学了个大师啊！这是虾子吗？这口感比龙虾较好吼。好济呢，它很鲜甜呢，后盖龙虾，这后盖也取代龙虾的地位啊！龙虾的地位就不保啊！哎，大家遐感觉老，这个完全拢无老的，又鲜甜，又 Q 嫩。哎，咱食过安尼吼，真正欢喜。其实最主要是有开胃菜。对。那无头前开胃，一层一层安尼食，就无多食出咱这鱼的鲜甜度。对。你若无食头前开胃菜，食到这时，你就感觉嘛是做好食，食食食食食食食。真的哦，这头无好食，真的好啊。我老人镜头三分饱，好不好？真我这汉堡。吹汉堡就是吹猪嘛，不是汉堡加肉加起安尼食哦。你头先讲你讲这啥？猪卡，不是汉堡咯？不是，啊，成面包啊，成猪卡，成面包感。想要买咖喱酱，口感好看。哇，厉害个吃！我靠，吃到钱耶哈！你那咸酥鸡耶？对啊。哦，嗯，没有，那咸酥鸡。所以这面顶是掺油葱，顶顶是蒜头酥加豆酥，哦，嘿，蒜头酥加豆酥。喂，猪脚界新宠儿，这猪仔含这不老上钱哦，但煮来食个，你伫嘴内底是软软，哪会分离哦？啊，搁咧嚼劲哦，有人讲哪有可能讲真骨溜食来过，搁有嚼劲，只是有人唔知，只是他在。那一瞬间哦，很滑口，滑嫩。哇，无唔对，这真正是猪脚鸡的新宠儿啦！这款猪味哦，让人食一嘴都舍不得停下来，想要一嘴刷一嘴，直直个食落去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
吼，刷落来后壁的料理，嘛让人愈来愈期待啊哦！今日恁两个这好的朋友上，我一定要把我的 special 交代出来，互恁看嘛。感动啦！就是这项。这我知，就是女生最爱吃的冰淇淋。那其实是憨。哦，这憨。你恁管会当先尝看卖啊，我内底有盖好的保护伫内底。啊，来保护先来，我先尝看下。啊，这是啥？这是紫色的马铃薯。哦，紫色马铃薯。对，这是这阵仔的有机农场。哦、我想好啊，早像我记性无好咧，我咧最近才有。最近才发表的。啊、哦，我咧讲这神秘礼物啊，神秘礼物。那开开就对啊。好期待哦。哇！猪脚。对。一滴咖包内底。对。这够水呢。啊，这边哪吃？从位顶管开始搞物件，用温煎面包、温煎顶管的物件，搭配猪脚。QQQ 啦，乖乖乖。赶快做一下了呀！哎，对，哎呦，我惊个破坏嘞！没啦。哇！这鸡那是花嫩 ，Q Q 盘。这制片好幸福哦！对，就满足了。请问今天讲这一句，我想到刚才所吃的没到的那种味道，你知道吗？他会让人感觉他念念不忘，你知道，意犹未尽。这每一道都是惊奇耶！这个真的。你也真的要减肥，这样子，这等下我先包了哦。吼，志伟哥，你哪安勒啦？嘘，美食当前，先卖讲减肥的代志啦。哎呦，志婷啊，我跟你讲生笑的啦。也不过吼，话搁讲回来，今日来体馆的吴氏兄弟，真正是有两把刷子，让人刮目相看的。原本不是料理背景出身的阿陈，自细汉都爱食美食，大汉以后，更加全心投入料理。不断研发出special的好料，另外小弟阿杰嘛无简单，伫蔬果雕界闯出一片天，佮出国比赛摕金牌，为咱台湾争光，真正爱予伊两兄弟按一百个赞啦！